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鬼月特别企划》节目《鬼月之行：惊悚探秘》。我是你们的狗头小王哥。妈的！我操！哎呦我日！我们是不是有打扰到你？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危险还是哪？我听到现在这里面怎么危险？好危险！